迈步突破是你亦是我，路上突变再多仍路向美望，胜利在那方，自问站了道理的一方，就合着眼勇闯，全赖你可重放，继续点火，前事随随掠过，人面匆匆闪过，全部擦过，瞬间泼起猛火，仍最终因为性能冲破，一个人如何能闯破，与敌汇聚变成河，万人同一方，遥遥路途亦不需怕夜寒，进与退也要一起赴往，在阵里缺乏哪个也不可，死者身高足足有6.2尺，假若如果真架跑车撞向死者，为什么又只有他的头部受伤，但在他身上又找不到其他受伤的痕迹？我们已经查到个车主是烧架器，在现场那里有一条长80米的石博，在石博的开端这里有一个由20至45度的倾斜位置，就好像一个斜塔，由于冲力的关系将整架跑车炒去半空，之后落回来就撞到这个人。要证明这个假设成不成立，我想要找烧架器的跑车回来做一次案件重演的实验。试车定攞一部车来教飞啊？我已经同上头申请了，我拿回部车了。除非我们找到另外那架跑车回来做实验。以我所知，无论性能、型号和出产年份都是跟烧架器那天一模一样。其实另一架跑车是谁呢？城中名人赵公子，他隔离今天肺炎上得特苛。某程度上，我和阿多尼跑3个月堂，昨天他突然跟我求婚，你觉得我应该 say yes 吗？个答案是 yes。 你可不可以为我做多一件事？个酒店大王咁中意你，你估佢肯唔肯送架跑车俾你？虽然萧大壮已经喺扣留中心攞翻你架车，但系原来全香港唔系净系得萧山你有呢部咁罕有嘅跑车。我哋都好感激呢位先生肯无条件借架车出嚟俾我哋。我哋就按咗车祸现场嘅设置做咗个实验。萧生，睇完呢条片之后，唔知你有咩感想？你两个喺度做咩？我哋得到萧生嘅同意先敢做。你是不是傻了？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我未来之前你不要让他们进来嘛，你不用跟他们客气的。够了哥，好辛苦，我不想再隐瞒，撞死人那个是我。不要再乱说话。阿Sir，我现在当事人的情绪很不稳定，他所说的一切都不是真的，麻烦你两位出去先，你不要再影响我当事人。没人影响我啊。阿哥，我求你给我认罪，我真的没有心撞死他的。我那天踢了东西，集中不到精神，散了上膊，我撞死了之后好内疚，好后悔，冇一晚瞓得着。我一合埋眼就会谂翻起当时嘅画面，我好想自首噶，不过我唔敢。我知道你哋迟早一定会查到你，我宁愿坐监都系。我唔想一世孭住呢个包袱做人，对唔住啊，大佬。做咩成晚喺度飲悶酒啫？就算啦，蕭公子認罪啊，你都揦埋口面，一啲都唔興奮，搞咩啊你？對住你啊，飲酒想興奮都難啦。今日你威，你破案，我唔同你拗。不過老老實實，你都仲未講你架車係點搬翻嚟喎？你又唔識個趙公子，唔通係 Doctor Ho？全足啊！边有人啊？肯借下咁靓嘅车俾自己嘅女朋友啊？呢个赵公子啊，真系冇得顶，背中冇拣错啊！其实你哋两个几时散噶？我哋一齐过咩？咁如果冇嘅，都唔算啦。咁都唔算啊？其他人就话唔知啫，我不嬲都知道你哋一齐噶嘛。看你的样子那么娇甜，
你唔好話俾我聽，你用個女朋友去換架車翻嚟咁賤格啊！算唔算咧？我都係答你。你唔使答喎，你問自己，你究竟有冇中意過人？聽講趙公子向咗多塔科求婚啊喎，你真係打算有得佢？中意，我算唔算中意？我都唔知道，我就知道我每次見到佢嘅時候，我個腦都分順得好快啊，好順。咁即係話，喺科學上，我腦血清係冇減少，即係可以話係 no 啦。咁既然係 no， 我做乜仲阻住幸福咧？感情嘅嘢好難去用科學解釋。你都冇遇過真正中意嘅人，我冇遇過。我覺得唔關事啊。咁點解每次見到佢？我個前額葉咁 sensitive 咧？咩啊？你講咩啊？多多，多多，係咪你報警噶？我撞到人啊！我唔知点算啊！你慢慢嚟，冷静啲同我讲，究竟发生咩事？我头先揸车嚟到呢度，跟住我见到有个黑影闪过，我就即刻搭车，但我谂我撞到佢啊！我过去睇下。你冷静啲。喂 ，baby， 咩环境啊？多多怀疑佢撞到人。我去睇下。多托，你睇唔睇得清楚你撞到啲咩啊？呢头成日都有啲野猪野狗经过噶喎，你肯定撞到人。我唔知啊，我头先一路喊紧，所以我睇唔到，我睇唔清楚啊。呢度啲街灯咁暗，当时你有冇着车头大灯啊？我有啊，我知道我撞到佢啦。你点啊？有冇整亲啊？阿赵生，唔好意思啊，仲有几条问题想问多塔可。好，多塔可，你啱啱话你喊紧，所以睇唔清楚你撞到啲咩？咁你系喊紧嗰阵时撞到啊，定系撞完之后你惊到喊？我讲咗，我头先系一路喊紧，所以我睇唔清楚撞到佢啊。究竟发生咩事啊？你点解会喊嘅？我头先喊，我系因为我做咗人生一个好重要嘅决定。我决定要做赵太啊！赵太，你肯应承嫁俾我啦？香肯嫁俾我，佢肯做赵太，做我老婆啊！师兄，我喺嗰边草丛发现咗一只野猪尸体，多特科应该系撞到只野猪，唔系撞到人。多特科，你冇撞到人啊，唔使咁担心啦。咁我 call 渔护署先啊，唔该。咁我哋唔可以走噶啦，可以噶啦，不过架车要留低协助调查。好啊，咁我叫个司机留低呢架车，佢揸走。嗯，我车走。唔该晒 Sir， 唔该晒 Madam。唔该。你觉唔觉得咧？多塔开嗰啲眼泪好似唔系因为开心而流噶？你估佢喊系因为做赵太？佢喊係因為佢失戀啊！司馬 Sir。咁急 call 我翻嚟，系咪要帮手送证埋去化验所？诶，呢啲湿星嘢我叫咗瑶瑶去做啦。我有个压轴大奖留俾你。压轴大奖？我有冇听错，司马 Sir？ 你有咩想一亿我啊？就喺度 stand by 顶死人间，即系 touch wood。如果今日有啲咩 fatal case 咧，一于由你顶上。顶死人间都叫压轴大奖？即系唔好话黑心啊！有人伤亡嘅 case 先至叫得系大 case 啊嘛。接得多呢啲 case， 见波摘蕉嘅机会大好多噶，系咪益你先？但系好似瑶瑶今日帮死人间噶，万一真系有咩压轴大奖，
我好似搶咗佢功勞，唔係咁好嘅。係喎，咁一係我 call 瑤瑤翻嚟頂先人間，留翻啲濕聲嘢俾你做算啦嚇。誒，咁又冇，咁又冇。唉，無謂要搖搖騰嚟騰去啊嘛，係咪先？我捱下熱氣，我定啦。You are the best， 抵我一直咁睇好你嘅。咁我一陣間就去裁判處見一見檢控官，咁你就留喺度 stand by 接 call 咯噃。Yes sir， 交俾我啦。Calling， 调景岭移明村近支线街交界有单 TAPI， 现场有好多伤者 ，ANC 同事已经赶到现场，麻烦附近 AI 同事即刻赶去支援。Over。六十三声，我而家喺附近，我即刻赶去支援。喺裁判只一收到你 call， 即刻趕過嚟啦。好啦，咁呢度交俾你。Thank you, Rena。做乜搞到咩燈招都要出嚟幫手啊？司馬 Sir 啊，呢個壓軸大獎兩死八傷啊，我一個人點搞得掂啊？頭先明明聽到姚姨接 call 㗎，佢喺邊？佢上一架車去咗醫院。佢上咗傷者醫院啊 ？Negative， 佢暈咗，俾人送咗去醫院啦。嚇？係啊，聽醫院師手足講。哇！瑤瑤一嚟到，佢見到周圍都係傷者，周圍都係血喎。起先咧，佢就話覺得想嘔，但係點知一個轉頭，佢攣低咗啦。個個都唔得閒，瑤瑤又暈咗，咁得翻阿俊一個點搞啫？咁我咪過嚟頂住先咯。司馬，過去傾兩句。嗱，司馬，你都知我哋警察係救人，唔係俾人救。瑤瑤咁唔掂噶喎，你會唔會有時間同佢傾下？如果有需要嘅，你同佢安排個心理輔。人人都會病噶啦，你想咩咁樣話自己啫？嗱，你趁呢兩日病假好好休息，好快就會冇事噶啦。我冇事。我由細到大，其實我都好怕血噶。我以前出街，出到去我見親嗰啲傷者，見到嗰啲屍體，見到成地都係血，我每一次我個心都會卜卜跳。我頂硬上噶啫。我每次翻到屋企，我都會發惡夢。其实根本就唔适合做警察。咁我哋始终都系女仔嚟噶嘛，有呢啲反应都好正常啫。而家佢哋个个人都要帮我顶呢个死人格，我咁勉强咁样做落去，有意思咩？你都当咗差系咁多年啦，做咩突然之间而家先话挨唔住啫？其实我一直都挨唔住。以前我挨得住系因为我每次翻到屋企，我爸爸妈妈佢哋都会喺度。佢哋都會氹我，我爸爸佢會用佢好大好粗嘅手去搣我個面珠燈，我媽每次都會講笑話俾我聽，我聽完之後，我好快就冇事，但係自從佢哋走咗之後，呢兩年我真係覺得好攰，我好辛苦自己一個人，我其實我頂唔住啦。细个我唔肯食药，我都要靠啲大红花我先食到。乜大红花可以送药嘅咩？系我爸爸妈妈教我，一边煮啲花蜜，一边攞嚟送药水。就算再苦，最后都会变得好甜。
伯母都走咗咁耐啦，人系要向前行噶嘛。你唔好谂咁多，你而家要记住嘅咧，就系仲有我呢个好朋友喺度撑你。人系应该要向前行，但应该要行一条啱自己嘅路。贝心，你帮我做一样嘢。做咩啊？啊，老板啊，我想揾一棵一模一样嘅人物。话声，你盆黄金葛出名粗生粗养嘅，可以俾你搞到甩皮甩骨，好嘢。咁车有冇啊？诶，随便拣啦。老板啊，冇棵一模一样喎。阿声啊，碌过都系生命噶。你睇崔神成咁样，我已经唔多想做你生意，仲话揾棵一模一样嘅。你好机啤出嚟嘅咩？我真系帮你唔到啦。啊，老细啊，其实棵葛咧就系我朋友送俾我嘅。如果揾唔翻一棵一模一样嘅咧，我惊佢块面仲黑过你喎。我嚟啊！喂，你做咩？你做咩你？哇！你想将个人道毁灭啊？虽然佢都系一棵葛啫。呢盆黄金葛咧未死得晒嘅，我一同你摘紧啲枯枝枯叶，撒啲肥落去，翻到屋企浸下水，晒下阳光，好地呵护佢。咁會唔會翻山㗎啦？明未啊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我嚟啊！好彩，原來仲未 certify 嘅。葛啊葛，今次手術成功咧，希望你日後咧就快高長大，身體健康，唔好再成棵葛咁啦，知唔知啊 ？Come in。先生。Hey，baby baby， 咁好嚟揾我啊？我知啦，你梗係諗清楚，諗住過嚟幫我手咧。唔係啊，不過我要代瑤瑤俾封信你。俾信我？請假。唔係，辭職信。辭職信？任務完成，走先。喂，貝 baby， 等陣，佢辭職咁大件事都唔親自嚟同我講，佢求其俾封信我，佢知唔知咩規矩同埋程序啊？嚇，瑤瑤要辭職咩？瑤瑤話驚佢親自攞封辭職信嚟會唔捨得，然後會心轉意往，咁咪叫我幫佢俾你咯。佢話橫掂已經做咗個決定，咁就快啲話俾你知，等你調動人手都方便啲啊嘛。咁瑤瑤做咩無啦啦要辭職先得㗎？佢覺得自己做唔到嘢，幫唔到手，好似拖累咗大家咁，咁佢個心就好唔舒服咯。不過我已經勸咗佢好多次㗎啦，佢要唔聽我都冇辦法。一日都係你。啊！成日玩針對啊，搞到人哋做得唔開心啦！而家要辭職，咁點啊？咁使唔使講 sorry 啊？我玩針對，我見佢最近心情唔好，我先俾少啲工作佢做咋。你唔好喺度針對我。其實咧，我覺得唔應該關司馬常事咯，係瑤瑤自己仲未諗得通啫。聽唔到？咁到底佢仲諗唔通啲咩啫？我覺得係關佢爹哋媽咪嘅事。佢父母嘅死，其實瑤瑤一直都放唔低，唔單止工作啊，佢成個人都好 down 噶。冇理由噶，都教授本書都有講，悲傷分為五大階段：否認、氣憤、迷惘、傷心、接受。歲伯伯母都死咗咁耐啦，瑤瑤冇理由呢五大階段都未經歷過嘅噃，咁佢有咩理由到而家都諗唔通嘅？所以話你咯，一知半解。呢五個階段根本同時間冇直接嘅關係。如果有某啲人衝破唔到某啲嘅關口，就永遠停留咗喺嗰個階段，就好似你咁咯，懵下懵下。司馬 Sir， 其實我都唔想要佢辭職噶，不過自問真係勸佢唔到。以你嘅聰明才智咧，我諗今次真係要你親自出馬啦。懵咩啫？懵下懵下。全叔，喂，司马 Sir， 乜咁啊？个帽揾我吹下水噶嘛？今次唔系揾你噶，想揾你哋四头婆。哦，瑶瑶同阿康阿健佢去咗长洲喎。佢唔系病嘅咩？佢仲去玩嘅？佢唔系玩噶，有个熟客打电话嚟，要佢帮手搞个悬荔展，所以佢咪病住都要去咯。睇怕都要一两日先翻到嚟啊！你话急事揾佢啊？打电话俾佢咯。咁又唔使，佢做紧嘢，无谓阻住佢啦。其实有啲嘢我想问佢嘅，但系佢未必会话俾我知嘅。但我相信你会咯。嘿，你系咪想知佢细个嗰啲调皮嘢咧？我想知道一啲关于瑶瑶父母过身之后嘅事。你点解突然间想知呢啲嘢嘅？全叔，你话俾我知啊！瑶瑶佢当时系咪受到好大打击？讲嘢惨啦，
嗰時梁哥梁嬸喺台灣出事之後咧，瑤瑤一直認為自己冇陪佢哋去台灣，先會間接害死佢哋。嗰時佢真係日日係咁喊，我同阿康阿健係咁氹佢哋都冇用，真係喊到我哋嘅心都酸埋。咁後嚟佢點樣捱過嘅？我都唔知點講，不如我俾啲嘢你睇啦。司馬成，咩？瑤瑤嗰陣時咧，足足就喊咗一個禮拜，突然間有一日一聲唔出，咁啊攞好多紙出嚟，係咁寫係咁寫，足足寫咗三日三夜。我驚佢傷心過度啊，咁啊趁佢唔覺嘅時候咧，靜雞雞啊偷咗個十零張攞嚟睇睇啦。睇完先知，原來佢係寫緊差館嗰啲報告。點解佢咁做咧？點知啫？起初以為佢為咗做嘢交差啫，點不知佢足足斜幾厚嘅文件，禮手前一把火燒曬佢啦！燒咗佢？係啊，咧就喺花圃嗰個種龍船花嗰度咯。佢嗰時咧就仲係空地嚟嘅，但佢燒完之後咧，就將阿梁哥梁嬸最中意嗰盆龍船花移種咗落去啦。咁跟住咧？哦，咁啊跟住成個人就好似鬆曬咁啦，又冇再嚇，又冇咁傷心。慢慢咧，個人咧就正常翻啦。不過都仲係比梁哥梁嬸過身之前咧冇咁開朗。司馬Sir，你話啦，瑤瑤嗰陣時咁辛苦寫咗出嚟，又燒曬佢，你話佢做咩咧？我諗到啦。你仲明唔明？唔明唔緊要，一陣等貝 baby 嚟到，一次過解釋曬俾你哋兩個聽。呢堆就係你所講嘅重大發現啊！總共1439份文件檔案，全部都已經植入曬瑤瑤嘅記憶宮殿裏邊。1439份，哇！齋睇都成年喎。全部都由佢调咗嚟交通部之后，喺佢父母出事之前所处理过嘅文件档案。唔明啊，咁证明到啲咩啊？记唔记得我哋讲过悲伤有五大阶段？佢当时仲停留紧喺呢个愤怒嘅阶段。我问过全叔，佢好嬲佢自己，佢好嬲自己点解净系挂住做嘢而唔陪佢父母去垦丁，就系因为咁，佢父母先喺花莲嗰度出事。佢亦都好憎佢自己个脑，点解可以记到咁多文件，同埋处理到咁多嘢，都唔理佢父母。於是佢就用咗一個方法，就係佢否定自己。瑤瑤佢就因為咁樣，將所有嘅檔案用紙同筆逐個 case 一字不漏咁默翻曬出嚟。佢係咁默，係咁寫，唔知用咗幾多嘅時間，終於將腦海裏邊嘅1439份檔案全部默曬出嚟。佢就係咁將啱啱默曬出嚟嘅所有檔案一把火燒咗佢。瑤瑤佢覺得係佢嘅記憶宮殿間接害死佢父母。所以他要永远地将记忆宫殿留下的东西 delete， 那堆文件更加代表着他的痛苦记忆，于是他要一把火地烧掉，将它化成灰烬，化成肥料，用来种他父母最喜欢的龙船花。那既然他已经做了这么多事，他的愤怒应该释放出来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还停留在迷茫和伤心这两个阶段中间，走不到出来。他到现在都仍然接受不到他父母一早已经不在他身边这个事实。阿康阿健呢？我在長洲買了啲馬友鹹魚俾阿梅姑啊，佢哋拎緊俾佢，轉頭翻噶啦。哦，你個病點啊？冇事啦。司馬Sir揾過你啊。佢冇嘢講低啊？冇，不過留低啲嘢俾你。哦，唔該。瑤瑤啊，我真係好羨慕你嘅。
因为世伯伯母唔单止识得栽培啲花花草草，佢哋仲无时无刻尽心尽意咁去栽培你。睇下啲相就知道你有几咁茂盛。嗰时伯母每日都会帮你揀唔同颜色嘅衫，衬翻唔同颜色嘅花，你每日都好开心，好幸福。过时过节，你哋全家都会一齐开心咁庆祝。每次你做完嘢翻屋企，攰个头瞌着咗，世伯都会为你冚翻件衫。又或者落雨嘅时候，你俾雨淋到，伯母都会为你煮一碗热辣辣嘅姜茶俾你饮。呢啲全部都系你最美好嘅时光，最美好嘅回忆。黑暗会令人迷失方向，悲伤会令人蒙蔽双眼。你父母虽然已经离开咗你，但系起码佢哋都会留低最中意嘅龙船花俾你继续怀念，继续去呵护。无论喺经历几多嘅风吹雨打，伤心难过，佢哋都会继续喺你面前开得更灿烂，更加茂盛。你要记住，再伤痛嘅回忆，只要里面有爱，就算化为灰烬，最后都可以成为最肥沃嘅养分。叹咖啡嘅，点解我要冇心情喺度叹咖啡咧？哇，阿爷要今日放完病假翻翻工咯。不过听佢讲咧，司马 Sir 仲未俾翻封辞职信佢咯。咁司马 Sir 系咪就咁就谂住放阿爷要走啊？我唔知喎，可能司马 Sir 想等个好啲嘅时机先至再同佢倾啫。仲等？喂，爷要封信啊，写明月底就会走人噶咯。佢想等到几时？等咩啊？等我，瑶瑶 ，Hello， 冇话我哋等啲水滚，我哋再冲杯靓咖啡啫嘛。帮你整翻杯啊，个热水壶长期都可以用嘅。仲喺度叹咖啡，啱啱收到 call 有单 TAPI， 两架私家车相撞 ，possible fatal， 出发噶啦。哦，咁我即刻翻去医院先睇下使唔使我帮手。Goodbye everyone。TAPI 等我去。喂，人手嘅系由我决定，你喺度做 paperwork， 瑶瑶你同我去。咩事？小姐你点啊？白超快到噶啦，忍耐一下吓。喂，冇事啊，冇嘢睇，喂，冇乱咁影啊，喂，唔系故意执垃圾啊。两架车伤者移到路边等我救援，带住我个女司机搵咗车头，我通知咗消防噶啦。OK， 唔该晒。咁呢条交俾你，我哋即刻交到。伟哥，电台 calling， 有好多车喺路口塞住晒，白车同埋消防车都入唔到嚟啊。咁我哋开路啊，系。司机，夹住车边嗰女好似好唔掂啊！你快啲过去睇下。慢慢讲，唔使急。系嗰只撞埋嚟，唔关我事。你放心，我哋会彻底查清楚。咩头啊？你帮我睇住我两个仔，阿肥同阿 B， 帮我话俾佢哋知，妈咪好锡佢哋噶。你顶住啊，唔好瞓啊！救护车嚟紧噶啦，顶住啊！救护车到啦，顶住。呢个交俾我得啦。我睇你两个仔先。喂，唔好喊，你系咪阿肥啊？姐头先咧同你哋妈咪倾咗偈，佢话你哋两个好叻，唔喊噶喎。咁唔好喊啦，姐姐带你哋上救护车，睇下你哋有冇整亲，好唔好？
OK。冇事嘅吓。我今日去咗事发现场啦，我见到有个女伤者流咁多血，不过我唔惊啦。我知道除咗你哋之外，仲有其他人会支持我同鼓励我，我唔再系孤身作战啦。哎，瑶瑶，瑶瑶啊，瑶瑶，转头再同你倾。做咩咁开心啊？中咗六合彩啊？哎，仲开心过中六合彩。我啱啱睇完电视新闻报道，嗰单交通意外啊！哇！見到現場嗰個師姐啊，幾有型啊！啊，原來瑤瑤你嚟嘅，瑤瑤翻曬嚟啦！以前嗰個瑤瑤翻曬嚟啦！大驚小怪。係咧，其實關唔關嗰個司馬常事啊？你無啦啦做乜提起佢啫？自從你上次睇完佢喺電腦留俾你嗰啲嘢咧，咁啊見到你成個人開朗曬，好似諗通咗好多嘢咁。實在佢俾咗啲咩你睇啊？你幾時變到咁八卦噶，全叔？咩八卦啫？我見到個人又幾啱傾，佢又對你咁好，又幾關心你噶嘛。咁我了解多啲都好正常啫。佢唔正常噶，佢淨係同個波講嘢噶咋，佢痴痴地嘅，下次唔好理佢，知唔知？哦，不過頭先見到你都痴痴地咁同啲花講嘢噃，咁你又好似同佢幾登對咁喎。全叔，啱司馬常幾多分年啊？有冇呢？夠啦，你唔好諗住做啲咩雞仔媒人啦，我反面噶。我諗住遲啲揾佢食飯吹水。阿明 ，Sir， 份報告搞掂咗啦。咁快？打一次趁熱啊嘛！我去埋醫院探咗嗰位太太，佢冇生命嘅危險，嗰兩位小朋友都冇大礙。嗯 ，Well done， 好彩冇事啊！好彩佢哋冇事。我係話好彩你冇事。你諗下，你如果出隊見到嗰位女傷者流咁多血，跟住頭暈身靈暈咗喺度，我點同美林招交代啊 ？Sorry， Sir。上次我係因為有啲唔舒服，所以我何止，所以我已經同阿 Madam 招解釋咗，佢冇怪你。Thank you, sir。我想攞翻封辭職信。辭職信？冇可能。你唔係話佢冇怪我咩？我可唔可以攞翻啊？攞翻都得。我頭先攞咗落去碎紙機碎咗啦。清潔阿姐啱啱連埋啲垃圾攞咗落去垃圾房，落去垃圾房度抄咯，應該抄得翻嘅。有冇落去抄咧？好茂盛喎。我話阿黃生啊，仲以為你睇唔到添。我一直都有留意佢噶啦，佢已經算粗生粗養噶啦。之前啊都可以俾你養到甩皮甩骨，你好嘢。呢句嘢好似好熟咁。知你都係信唔過噶啦。如果真係忙嘅，咪揾個人得閒幫你淋下水咯。咁如果有人肯做義工幫佢淋下水，我都唔介意啊。我放條士啤士擺咗楊明左手邊個櫃桶第一格，你自己去攞啊。哦。咪住。我記得兩年前有單醉駕 case 好似係你負責嘅喎，嗰司機叫咩強？事發當日係2013年嘅9月定係10月咧？2013年10月18日下晝8點，司機李子強涉嫌喺牛頭角度醉駕，撞到一位叫黃大好嘅清潔工人。同年12月28日，區域法院判咗佢監禁3個月，係咪呢一單 ？Wonderful！ 阿 Sir 唔好玩我啦。我點敢玩你啊？呢位李先生佢想搞移民，因為佢犯過事有案底，所以被拒絕。佢而家提出上訴。上訴庭要重新審閱有關資料同埋證供報告，你咁熟呢單 case， 不如交俾你處理啦。記住，唔好急 ，be quick。收到。哇，你啲 file 厚過啲百科全書喎，你諗住開 OT 啊？少有喎。夠鐘放工啦咩？係喎。你哋就係、是。我啊辛苦命啊！一陣仲要走去九龍灣同藍田揾兩個證人翻嚟協助調查。唔好扮嘢啦，明哥！做完嘢啊，司馬常請你睇籃球明星表演賽，林書豪都有分落場，乜都帶翻曬啦。係啊，楊明接波。好嘢！果然有林書豪一成台影啊！喂，係啊，司馬常，場表演賽一早就爆咗噶啦喎，你又可以買到飛咁好嘢嘅？唉。舊時成日喺九龍仔同阿書豪打街波噶嘛，攞幾張飛有幾難喎？你識得佢？誒，唔係識，係 friend。不過 anyway， 講你哋都唔信㗎。司馬 ，Sir， 屋企有。喂，今晚嗰場籃球賽千祈唔好遲到啊！嗰啲飛我好辛苦幫你翻翻嚟。好人賽啊 ，Thank you Sir。原來係翻車邊，等我仲以為真係打街波識嘅添。明。
嗱嗱聲搞埋手尾，今晚我屋企食飯。大哥大個啲，有今生冇來世。小公子啊，聽聞你用咗八位數字包咗希臘一個小島，準備舉行世紀婚禮喎，係咪真㗎？誒，你消息幾靈通喎，係有呢件事。聽日我會同我未婚妻坐架私人飛機過去準備婚禮。喂，郭 Sir。司马，你出咗门口未？哦，差唔多啦。嗱，讲个好消息你知，大会安排咗我哋喺完场之后咧，同林书豪见面。哇，郭 Sir 你人面真系广啊，犀利！我同个仔咧已经赶紧去买几件波衫，揾林书豪签名啊。嗱，你自己执衫啊。OK， 咁一阵见啦。Thank you, Sir。今次大好机会，冇理由唔带埋 Jason 去，等个林书豪喺佢度签翻个名啊。我是杨明，不好意思，现在听不到你电话，麻烦你留口信给我。九龙交通部调查组。喂，瑶瑶，仲开紧 O T 啊？系啊，你话唔使急，最紧要快啊嘛。喂，有冇见过杨明啊？我唔见佢，你打开手机。条友飞咗落留言啊！佢原本话翻嚟摆低份文件先再嚟揾我嘅。你记得帮我提佢带 Jason 过嚟啊！带 Jason？ 带佢见佢嘅偶像林书豪啊！咁好嘅机会攞唔到签名 ，Jason 一定会抑郁到自杀。嗱，总之我拜托你，记住叫阿杨明带埋 Jason 过嚟啊！你唔系怀疑我个记性系嘛？唔怀疑。收到。拜拜拜。喂。喂，瑶瑶，杨明啊！喂，啱啦，司马 Sir 打我咁揾你啊！我电话冇电啊嘛，唔系喂你司马 Sir 住，我留咗份好紧要嘅文件喺台头，赶唔切翻嚟拎啊！你见唔见到啊？你即刻 fax 过嚟23358898，救命噶！搞掂啦，收唔收到？收到啦，收到啦，唔该晒。喂，咁你快啲打翻俾司马 Sir 啦，佢叫你带 Jason 去揾佢啊！吓，仲要翻嚟拎 Jason？ 咁我咪睇小城姐，佢当我咩啊？阿四啊？你当我冇打过嚟啦，我乜都唔知噶，拜拜。咁点啊？林书豪真系你偶像 ，OK， 唔使自杀嘅，我带你去揾佢啊！衰仔咁耐都仲未到嘅，我可唔可以入嚟先啊？你唔系听日飞嘅咩？我就系执咗行李先发现，原来我有好多嘢留咗喺你度，我可唔可以攞翻啊？原来我真系有好多嘢留咗喺你度，都啱嘅。你攞翻你自己啲嘢，咪阵间我唔觉意抌咗，我都唔知点样俾翻你。我仲以为你会好好收埋佢哋做个纪念添，你知唔知啊？我执行李嗰阵真系有咁嘅谂法噶。点知我搵匀晒全屋，我就系搵到一对你着过嘅拖鞋。其实我喺你心里边系咪从来都唔重要啊？过咗去嘅嘢，你仲谂嚟做咩啫？赵公子佢咁中意你，你应该去谂下你将来有几咁幸福。但系我每次合埋眼，我就系见到你啊，司马。我唔舍得你啊，裴忠，忠啊，瑶瑶，俾翻 Jason 你啊 ，sorry， 瑶瑶，司马，瑶瑶系你下属嚟啫嘛，你咁紧张去做乜嘢啊？裴忠啊，你要结婚噶啦，我哋唔应该咁做啊。Sorry， 瑶瑶，司马，佢又唔系你边个？人哋做咩关你咩事呢？可以俾人解释啦。再见。我做咩要打俾佢解释啫？
佢又唔係我邊個。得啦！哎呀，呢邊啊，你睇下林書豪親筆簽名波衫啊，驚唔驚啊？楊明啊，尋日專登攞俾我嘅，羨唔羨慕？你睇下你啊，一個咁樣嘅簽名就好似執到金咁，俾你見到佢，你咪失曬控？係噶，最衰我買唔到飛咋。不過咧，聽阿楊明講話，尋日司馬 Sir 睇波嗰陣時咧，死下死下喎，又冇乜妹咁樣。早知係咁啊，就攞咗張飛嚟睇啦，嘥曬啲嘢。佢係咁噶啦，專睇啲唔適當嘅場合，做啲唔適當嘅嘢。林書豪喎，正常都唔會有咁嘅反應啦。你估下司馬 Sir 發生咗啲咩事啊？嗱，唔知喎，我都冇興趣知道佢嘅嘢。唔係咧，聽阿楊明講，憑佢見到嘅蛛絲馬跡，司馬 Sir 喺睇波之前應該遇到一啲好古怪、離奇、錯綜又複雜嘅事，而呢件事咧，佢懷疑係同你有關嘅喎。咩啊？關我咩事啊？楊明本嚟就約咗司馬 Sir， 諗住等佢做完嘢之後就一齊喺佢屋企集合，先至再出發嘅。不過突然之間，司馬 Sir 又叫佢攞 Jason 喎，但係楊明諗住冇時間，冇理佢啦。但系杨明去到司马 Sir 屋企，偏偏又见到 Jason 出现翻，乜你唔觉得好奇怪嘅咩？得啦，系 Jason 系我攞上去嘅，咁佢唔得闲啊嘛，我又啱啱放工，我又去开附近，我咪帮佢攞上去咯，就系咁简单啫，攞完我就走噶啦。原来真系你，咁你系咪亲手俾 Jason 司马 Sir 噶？系啊。咁第二个疑点又出现咯，杨明去到司马 Sir 屋企咧 ，Jason 系喺度，不过咧司马 Sir 又唔见咗，偏偏一个唔应该出现喺司马 Sir 屋企嘅出现咗，你估系边个啦？我知，佢个 ex girlfriend 得康啊。你都见到佢咩？咁佢上屋企做乜嘢啊？我咪净系见到一对双头怪婴好恐怖咁样黐住咯，咁我摆低咗咪走咯，唔通我唔走啊？只要你咁讲咧，即系当你走嗰时，司马 Sir 同埋 Doctor Ho 都仲喺屋企噶啦。咁但系杨明去到嗰时，司马 Sir 又唔见咗，咁唯一嘅解释就即系司马 Sir 抌低咗 Doctor Ho 追咗出去揾你。咁啊，司马 Sir 咧追咗出去揾你之后，又同你讲咗啲咩啊？同样